月月，月月，哎，王月，你站着，你再说一遍，你要干啥去？相亲。不是，我就不让你在公司拉手，你这脾气。你不给我拉，找别人拉了。行了，拉拉拉，你别生气了。早这样不就完事儿了？全进推了啊！哎，你是王月是吧？这什么情况？我是我妈介绍跟你相亲的。啊？你耍我呢？你妈不说你没对象吗？是啊。啊？这不刚复合吗？啊？不是，你是干啥的？你穿的穷不露。哎，你我他妈。陈总，待会儿张总的会，你要不要稍微延后一下？啊？啊，那个你先延后吧，我这边还有点事，您去吧。哎，我可没听说这公司有你这号人物啊。不是，那兄弟你是哪号人物啊？我爸和他爸认识。你爸和他爸有合作？我好像没见过你爸爸吧。但是我也没见过你爸，他俩之前认识很多年的话合作。这公司怎么来人不告诉我啊？什么时候来人啊？这是唱的哪出啊？啊，哎，那个老板，这个您认识吧？哟，这就是令尊是吧？我曹月，哎呀，家父跟您是同事。哦，你啊，我知道了啊，我小时候抱过。啊，对对啊，对对对，那个按辈分来说得叫我声大爷。大爷，哎，乖，哎，乖，这个你得叫二大爷。二，哎，这是你二大娘。叫人啊。